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。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57页。倒数第三行，课题：定称正觉。第12愿啊，12愿，定称正觉愿。请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尽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章啊，就是一愿。莲公汇集这个本子，法大誓愿，第六品啊，采取原译本里面24章。48愿啊，这是第六章定称正觉，第12愿啊定称正觉愿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我作佛时，是阿弥陀佛愿是因地发的，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比丘啊，他将来做佛的时候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注意所有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太深了，太广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最高的有等觉菩萨、化身菩萨、三乘菩萨，有声闻缘觉，下面六道众生，一直到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能往生吗？难。为什么？
这无间地狱的众生，也是久远劫修这个法门，只是临终一念错了，不信堕地狱了，这有可能。临命终时，生怨恨心，所以经典跟祖师大德都教导我们，送往生的时候决定不能够触动往生人的身体，为什么？他会有痛苦，怕他痛苦生了怨恨心，那你就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，送他到阿鼻地狱去了，这个罪很重，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，最好连他的床铺都不要碰，总得要有一点距离，这样就好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很多往生的人，送往生的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还要去探测，它的温度最后从哪里走的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，千万要忌讳，好好修行人定功不够啊，临终触动他，他会生烦恼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念嗔恨，地狱道去了，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。他到地狱道，他决定怨恨你，因为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，那么冤冤相报，你往生的时候，他决定了障碍你，这是很大的错误，要相信佛的话，要相信祖师大德的开始，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有生到十宝图的化身大士，华严经连教初读以上，等觉以下，都住在十宝庄严土。没有见性的，没有明心见性的，断了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未破无明，生方便有余土。那么最下面的是六道众生，一品烦恼也没断，只是功夫成片，这个要知道。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劝人，无论如何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凡夫做得到的，事业心理业心未必能做到，功夫成片可以做到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呢，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叫成片，功夫成片，烦恼习气没断，有这样的功夫就能往生，有这样的功夫就有感应，功夫成片是感，阿弥陀佛现身
给你说法，这是因，而且肯定的。《楞严经》上说过，啊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。经文说：“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”必非常肯定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这是说功夫成片的人。啊，阿弥陀佛现身，你跟他见面，佛会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。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，等于说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，啊，你不会再有忧郁，不会再有疑问了，决定的是，啊，那么有一等人很聪明，见到佛就向佛要求。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弥陀慈悲，没有一个不带走的。凡夫老实听话真干，信念之名，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到这个境界啊？一般绝大多数的人三年。所以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，发心念佛三年往生的人有多少，往生传里面你去看啊，三年的一半以上，绝对不是说他的寿命刚好还有三年，这个不合乎逻辑，讲不通。什么原因往生的？他还有寿命不要了，啊，求佛戒引，他就往生，是这个原因。啊，这才讲得通啊！啊，万缘放下了。一心专念，三年真正做得到啊，没问题 啊，真正做得到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要下定决心，一生成就。啊，如果不走也行，不走什么呢？家功永恒，像海鲜老和尚24小时心里有福，口里有福啊，他念佛通常都不出声，嘴唇在动，叫金刚齿，没有声音。啊，生活、穿衣、吃饭，佛号没断。工作，啊，他的工作是种田、农夫。啊，在田地里面工作，佛号不断。啊。待人接物，佛号也不断。一句接着一句，我相信，也不过是三年五载啊，就能提升到四意心不乱。四意心不乱，身方便有余土，啊，不再同居土。啊，得到四意心不乱之后，再向上提升，应该也是三年五载，就能提升到理意心不乱。
离心不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生十宝庄严土，也就是化身菩萨。这是极乐世界往生大智的状况啊！啊，海贤老和尚那个光碟，我也看了几百遍了。啊，我想看的最多的刘素云居士，他上一次提报告的时候说，他已经看了1600多遍。啊，有时候他一天看10遍，最少不少过5遍。那每一天看7、8遍呢，是正常的。越看越欢喜，越看越欺辱，欲罢不能。啊，他这样的修学。我们相信3年无灾、啊、他可以得到四义心。真有把握啊。84000法门。无量法门，虽然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但是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，时间很长啊。虚陀洹断了见惑了。啊，5种见惑它断了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它统统放下了，真的出苦。啊，往上提升，提升到4果阿罗汉，要多长时间？天上人间7次往返，他不会多三恶道。他是圣人啊，人间寿命到了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，人间寿命到了再升天啊，他就是天道跟人道。人间寿命短了，天上寿命长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啊，逃离天，距离我们很近。逃离天主，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。啊，逃离天的一天，是我们人间100年。啊，孔老夫子在逃离天。他往生逃离天多久了？我们人间到现在2500年，在逃离天呢25天。逃离天的寿命是逃离天的算法，1000岁。那个福报大了，升天了。啊，算往生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要知道啊，啊，知道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才有选择啊，正确的选择，不至于选错了。啊，那么生到
西方极乐世界，末国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静。经题上说得很明白啊，受要往生极乐世界人修什么？修清净平等觉，远离分别是平等，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，平等是三乘菩萨啊，别教里面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平等心呐、啊，啊，觉就是开悟，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生十八土。发生大事啊！啊，生十八土就成佛了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是说的十八土的菩萨，不可思议，一生成就。啊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正大涅槃，大涅槃就是常寂光净土，法藏就不成佛，发这个誓愿。那么法藏成佛了，世尊告诉我们了，法藏在西方极乐界成佛，现在十界，第十界了。啊，在一切诸佛境界里面说，十界是很短的时间。啊，许许多多佛的是无量劫，成佛到现在无量劫了，啊，法藏才十劫，所以极乐世界建成，从太空里面来说，它挺新鲜的，时间很短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往生到哪里去了？将来在极乐世界元老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十界就来了。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劫，无量无边的三大阿僧祇劫啊，我们能在第十界去了，将来的老资格。这个机会多难得啊！怎样修？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，就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，不可思议功德，我们在这部经，在念老集注里面学到了，不怀疑了啊！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，都在里头啊！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通通都念到了。一个都不漏。
还包括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，一个法门都没漏掉。它是佛法真正的大宗旨，真正是秘密神咒啊！一法不漏啊，包罗万象。于是我们就明白，念佛的功德有多大啊，说不尽呢。无量法门。是因为这个法门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佛关起跟你说因机的法门，怎么因机？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，现在一说你就欢喜，你过去学过没学成啊，继续努力啊，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？不能，来生再接着干，生生世世啊，要很长的时间，你才会能够证得菩萨果位。如果是大乘，是心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。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跟净宗不一样。净宗叫横抄，那些法门是竖抄啊，像离开六道轮回，先到欲界天，再到色界天，再到无色界天，再超越，它是竖路啊，时间当然长啊，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八万大劫了。这跟你讲时间了啊，八万大劫，那单单讲无色界天呢，色界十八层。欲界六层，每一层寿命都加一倍啊！桃李天一天是人间一百年，夜摩天一天是人间两百年，斗率天一天是人间四百年，化落天一天是人间八百年，他化自在天的一天是人间1600年。你就知道出一定会出去要多长的时间呢啊，净土的书生一生成就。啊，最快的成就我们看到了，《往生传》上记的决定不是假话啊，一般学佛同学都知道的，宋朝的迎科法师他念了几天佛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不眠不休啊！不吃饭不睡觉啊，拼命念啊！
念到筋疲力倦，阿弥陀佛出现，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阳寿，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来接引。啊，迎客这个是见佛，佛之心灵啊，机会太难得了，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啊，佛就跟他约定三天。啊，三天之后我来接引。为什么不当时带他去？当时带他去了，他个人的利益，对佛法没有影响。啊，三天他能度化众生，表法给大家看，没有生病。啊，人身心健康，三年说走就走了。所以弥陀给他约定，他欢喜接受。啊，疗房门打开，告诉大家，我见阿弥陀佛了，三天之后接引我往生。寺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，为什么？破戒必求，啊，在道场里头没有人瞧得起他，烦恼习气很重，啊，反正是三天，三天不长啊，我们就等了，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。啊，到第三天，他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，这就是什么？现身说法度他们。啊，大家当然乐意。哎，你要求我们念佛送往生，我们很高兴。啊，这问题你能不能往生？啊，念了一刻钟。他告诉大家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别人看不到，我跟阿弥陀走了，说完真的走了。大家看到了，个个相信了。你看他十分表的法，破戒的比丘啊，他为什么念佛那么勤恳？因为他相信因果。他知道，他要不往生，决定堕地狱。想到地狱苦，害怕了。啊，佛跟他讲还有十年，十年他没有克服自己烦恼的能力，那十年不知道做多少坏事，不敢了。啊，这个机会太好了，佛来了。这当面要求，佛答应，真带他走了。啊，所以人念地藏经有好处啊。为什么？地藏经讲地狱，时时刻刻提醒你。你造地狱业，你就没有办法避免地狱的果报。啊，如何能脱离？那真的，迎客是个好榜样。啊，你不念佛怎么行？三天，三天成就。啊，弥陀经上说：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，七不是数字，七是圆满。啊，念到哪一天见阿弥陀佛，那叫七。
啊，也就是念到功夫成片啊，盈科三天念到成片，念到成片决定赶得阿弥陀佛了解来见你啊，这就是一佛念佛现前见佛，现前当然是往生之后见佛啊，现前是当时见佛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有没有阿弥陀佛你就完全明白了，不用再怀疑了啊，事一心理一心，什么时候见佛都见得到，佛在哪里就在眼前，不来不去啊！为什么？佛在常寂光里头，常寂光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所以佛现前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！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。助根基情，这个语气非常肯定，确定成等正确啊，等正确就是等觉菩萨啊。下面有一句，证大涅槃者，这就是妙觉如来。啊，可以做这样解释。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。此第十二愿。明定称等觉缘，往生者决定成佛，正显弥陀之本性，唯一一乘一佛乘，广度无边众生，于究竟涅槃也。这个法门，这个经，十方一切诸佛都称之为难信之法，所以你不能够相信是正常现象，要不然诸佛这难信之法这一句话讲不通啊，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啊？没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不相信是正常的，相信是不正常的啊。为什么大乘经上佛说过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当中接触到这个法门，得无量诸佛的加持，你才生信心，才发愿求往生，这个不平常啊。啊，我们就自己衡量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供养诸佛如来，有没有像经上说的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，要不然你为什么相信？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善根，但是不足啊。为什么不足呢？还有怀疑。那怎么办？这一生当中补足，补足就是要学大乘经。经典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真正相信，没有疑惑，惭愧不念了。
啊，我们要靠经教，在经教里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透彻了，然后一句佛号就行了。啊，经念不念无所谓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对这个世界万缘放下。啊，示现给世间人看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无论哪一门，海鲜修的是什么法门？种地。一生从小就在农田里头，一直到112岁还在农田里面工作。你看往生的当天，他晚上走的，白天在菜园里工作一天，整地啊，给这个蔬菜水果浇水，拔草，菜园很大啊，一个人在里头干了一天，到晚上黄昏了啊，有人劝老和尚天黑了，不要再搞了，明天再做吧。啊，他回答怎么说了？快完了，完了以后我就不搞了。啊，别人也没听懂。啊，他收工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老和尚往生了。想想昨天的话，话中有话。啊，他昨天真的做完了，做完了以后不做了，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老和尚是光的，看一千遍，看一万遍，越看越欢喜。那一片是什么？就是无量寿经。你看看老和尚一生点点滴滴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，他是活的无量寿经。啊，学佛，佛来了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。啊，真正念佛的回念佛堂。啊，真正讲经的他都赞叹。你上讲堂。啊，四个老同修在一块共修，但是四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。跟我们表什么？表六合经。真正慈悲的基础啊。啊，一生对一切人真诚恭敬。啊，一生没发过脾气。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人。啊，别人欺负他，回报他。完全能接受。没有辨别。啊，到以后日久天长，事情明白了，大家都晓得老和尚忍辱波罗蜜到家了。啊，没有辨别，就是说他的心里头没有装这个东西，他
听的没有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说什么也没有。92年不变的，那是什么样的人？啊，他为我们做这个实现，目的何在？目的是叫这个地球上苦难众生，你们要想一生真正解脱，啊，一生圆满成佛，像我这样修就行了。啊，那么他的一生就是无量寿经的落实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怎么落实？细看他的生平就知道了。啊，真的稳稳当当。信徒们来见老人，老人只有一句话：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啊，道场文化大革命被毁掉了，毁得真彻底，片瓦不存。啊，庙里的树古树都被年根挖掉了。啊，文革之后恢复没有盖殿宇，只盖了几间茅棚。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啊，茅草屋啊，上面盖的是草啊，啊，下面是土墙啊，啊，这种房子我小时候住过。乡村平民都住这种房子，那供的佛像最初是找人画的，以后是泥塑的，啊，一直到现在佛像全是泥塑的。告诉印智法师，不怕没有庙，就怕没有道。这话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看注解里的书，这黄念老说的。啊，往生决定成佛，语气肯定，没有丝毫疑惑，正显弥陀之本性，唯一一佛者。啊，真的是一乘法，一佛成圣，妙法莲华经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在世尊留下来这么多经典，一佛成就这两部，这两部都皆归在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是一佛成。啊，要真信，要真愿意往生，广度无边众生，
究竟涅槃，究竟涅槃，究竟圆满。啊，一句佛号，愿文中愿离分别诸根寂静，自诵矣。啊，念老慈悲，把每一句经文处处都表现出来了，说明汇集不是随便写的，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。啊，这就说明这个经是真经。啊，这些年来反对的人很多。啊，所以念老特别把经文每一句处处都写出来，断我们的怀疑。啊，弘宁法师给我们做了一份详细报告，啊，说明经典是可以汇集的。啊，不是不能回去。佛经传到中国来，从翻译的时候就有回去，所以汇集不是王龙书是第一个，不是的。啊，在汉朝时候所翻的经有汇集本，都在藏经里头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多人反对，我觉得这些反对人都是菩萨，不是普通人。就像佛陀在世，六群比丘，他们来实现的，不实现就没有人下这么大的功夫。啊，弘宁搞了十几年，啊。把这些问题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是什么呢？让往后末法九千年众生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。好事啊！啊，我非常感谢。啊，要没有这么多人反对，这本书不能出现。啊，这本书帮助我们对于净土宗破迷深信。那要是没有人，哪有这么多出来呢？啊，这个能度末法九千年众生呢，让大家对净宗不怀疑啊。所以我说那些反对的人，菩萨，不是菩萨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？啊，都是来弘法的。用各种不同的面目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，啊，所以我们感恩呐，啊，那么自己一生有幸遇到了，我们一交奉献，啊，在没有这遇到之前，我也学了不少大小乘经论。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本子交给我，我接受了。所以过去我讲经说过，全世界人反对我不能反对，为什么？我要反对我就变成背师叛道，那我对老师的信心动摇了，我不遵守他的教诲啊，我就采用另一个本子，
这个本子明明他交给我的，我接受了，我有义务把它弘扬，依这部经典学习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我劝同学，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的同学很难得啊，我劝他们真正学佛，死心塌地啊，不要名不要利啊，不要供养，什么都不要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讲什么讲，专讲这部经，经上怎么说怎么就怎么做。像莲公老和尚啊，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贤公是我们的好榜样，啊，有一些念佛同学，来跟我说，称我为净宗十四祖。我说我还没死啊，净土宗玄祖师都是过世的时选的，不是活着在世选的。印光大师的十三祖过世之后啊，大家尊他的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十四祖是海贤老和尚啊，他走了，谁选他？我选他。啊，这个是对的。他对我们净土宗贡献太大了。啊，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，来化解我们这次的困难。啊，给我们做正传。啊，用92年。一句佛号，这种修行方法啊，修行的成就啊，我跟诸位报告了。他老人家念佛得功夫成片，我相信不超过25岁，得四意心不乱，人在30左右。得理一心不乱，应该在40左右。理一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他老人家在碟里头透了一句话了，他自己说的：“我什么都知道。”这句话谁说的？明心见性人才能说。如果没有见性，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。啊，大妄语多阿鼻地狱。啊，什么都知道，不能说。啊，这就使我们想到他的师父不是凡人。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。给他剃度，剃度完了告诉他一句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后头还补充一句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明白了什么？就开悟了，开悟了什么都知道了，啊，不能说，他听话了，他真干了，啊，真有智慧，真有神通，一点都不漏，痕迹都不漏。啊，你看他普普通通，农夫，
啊，出家了，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不会讲经，五堂功课都不会。啊，不会敲法器。啊，什么都不会，只是会种田。啊，种田就是他的修建图。啊，24小时，佛号不中断，这就是海贤老和尚，说明他心里没杂念。啊，没有不随缘的，没有不随喜功德的。虽然随缘随喜，一丝一毫都不放在心上，保持心地清净平等就，这告诉我们了，这叫修净土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这上面的经文是唐译的，至于魏译呢，则为不住定居，彼灭度者不去真觉。啊，善导大师是解释魏译，多以唐译注显之。啊，用唐译本来帮助魏译遇到难解的地方，用唐译，并于此愿立四名，这善导大师立的。啊，这一愿也就是我们讲课文，用课题，它有四个课题，第一个，彼之灭度愿；第二个呢，正大涅槃愿；第三个呢，无上涅槃愿。啊，第四个呢，亦可名住相正果愿。善导大师说了这四个名称。啊，真切赞曰：啊，真切，日本金宗祖师。啊，在注解里面赞叹，告诉了善导。啊，这一些人都在中国留学，善导的学生回去之后呢，建在日本建立宗派，他们都是这个宗开宗的祖师。啊，但是他们尊师重道，都把善导尊作第一代祖师。啊，他们自己称第二代、第三代，这样下来，啊，把善导大师放在第一代。我们在日本净宗寺庙里面都有祖师堂、祖师殿，祖师殿祖师所造的像比佛像要高要大。啊，日本人特别重视老师，对老师特别尊敬。经绘本曲唐译之文，又以定成正觉为原名，正服善导大师之意。啊，善导大师他老人家这个意思，作为科的啊这个48愿的原名。啊，这是第12愿。是圆满。那么善导大师于48愿中称定称正觉，这就是这一愿。第12愿光明无量是第13愿，
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啊，诸佛称赞是十七愿，于生念必生第十八愿，这个五愿为真实愿。四十八愿里头，这五愿是真实愿，是最重要的大愿。啊，什么愿都不能跟这五愿相比。啊，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，可见此愿呢是释弥陀弘誓之心髓，四十八愿的心髓，彼佛本怀。啊，这是说阿弥陀佛，直视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，为实现此愿呢，乃由生念必生。这个殊胜大愿，众生依此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圆满、最顿极，这是净土啊！念佛往生，那就决定成佛了。念佛的人很多，几个人相信？为什么不相信？他认识不够啊！啊，为什么认识不够？业障深重啊！虽然天天念他，不解不理解，不懂啊！啊，没有人给他详细说明啊！念老慈悲也。晚年病魔缠身，痛苦不堪呢，还是完成这部注解。我们想到这一点，不能不感恩，不能不佩服。他为什么？他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希望众生因这个法门一生得度。都是慈悲的基础，没人认识。我们晚年才遇到，啊，念老末后这一句话语重心长啊！啊，这是净宗，是法门里面的净路，念佛往生皆可成佛。愿文中分别者，思量识别住思与理曰分别，这是第六十七作用。啊，第六识是思量分别，以虚妄之分别为体现。这个虚妄的体现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前七识所依的。皆妄于无分别法之上啊，而分别我、分别法，故称为分别之惑、迷惑。断此分别之惑，谓之无分别智。唯识书记第七月，玄奘大师著作：言分别者，有漏三界性。
心心所法，以妄分别为自体故，通通以第八识。这就是第七、第六、前五。通通是以第八识。唯识书记第七卷是分别者有漏三界性，漏是烦恼，烦恼习气没断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六道凡夫心心所法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六道众生离不开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认为是我错了愿文中远离分别，即舍除分别之妄惑。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把八十五十一心所放下了。八十五十一心所妄惑就是无明为什么？因为它根本不存在。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了，确实我们没有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对这个疑失踪没法子断，你说他虚妄的明明有怎么是虚妄的？看了量子力学报告才知道真的不是假的，这种幻象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竟然一丝毫的觉察都没有从生下来起到现在89年了，没有丝毫感触。为什么？它频率太高了。高到什么程度？弥勒菩萨给我们说的，现在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。一秒钟，2240兆波动的数字，要波动多少次？一秒钟，2240兆，太快了！从早到晚，24小时，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，全是这个波动产生的幻象。佛怎么知道呢？佛看到了，佛有定功，我们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摸不到，念头也想不到。今天的科学家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正叫突飞猛进特别是最近的20年，最近20年的状况汤恩比博士没看到，他已经过世了他那个年代地球上的物理学家
发现了原子，啊，80年前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里最小的，啊，用精密的仪器能看到，啊，最近这20年，大幅度的提升呢，啊，发现佛经上讲的即为色。啊，科学说的微中子，啊，或者讲中微子，物质最小的，没有比这更小的。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，啊，科学家把它分裂，果然没有了。啊，佛经也叫做极微之微的物质现象。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科学家找到了，把它打开了，发现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，让我们马上就回到佛经上。佛说清楚了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明白了，啊，这就是所有物质现象。整个宇宙物质性从哪来？念头产生，这个被科学家发现。啊，我们再回头看看《坛经》，这我们很熟悉的。慧能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，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整个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自性是真性，阿赖也是妄性。啊，妄性从哪来的？真性迷了就叫妄性，意念不绝，真性变成阿赖。阿赖也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华严经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时候，把整个宇宙给我们讲清楚了。清楚了有什么好处？不留念了，放下了，啊，不会在里面起心动念，我要占有它，我要拥有它，不需要。修道人在今天万缘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海贤老和尚晚年住持就是几间茅草棚，依他老人家的大智大德，他要建一个辉煌的大庙不难，为什么不敢？语言不成熟，那么什么语言成熟呢？在这个时代语言成熟就是盖小茅棚。印光大师说得好，在一些同修的同学不要超过20个人，那为什么？生活简单，有几个居士护持就够了，啊，不要求人了，把贪心断掉，把万缘放下，自他都能成就，啊，也做个好样子给别的道场看看。啊，道场该大了，
有人来出家，来干什么？看这房子不错，我的出家，过几年就是我的了。他不是为道了，成道了出家的，他是看到你富丽堂皇，他这来出家的，那不就造罪业了？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不见到这？把人对于留念道场这个念头断掉了，佛没道场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这表法表得多好啊！啊，如果还贪图世法里面的享受，这个念头就是轮回心。你能出得轮回？出不了。为什么？天天在制造，天天在加强，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你那个出六道轮回是口里说的，啊，世尊表的法出六道了。海贤老和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为我们表法，他做到了。他那个茅棚里头平常只有三四个人住，啊，两三个出家人，一两个居士，没有信徒，没有供养，他没有佛事。早晨3点钟起床，拜佛、念佛、绕佛。啊，吃完早饭之后，夏天了，耕种面积很大，开荒地，全靠自己。啊，种了100多亩地，收成好啊！啊，除了自己吃的用的之外，他不卖，他拿这个是救灾。哪个地方有灾难，水灾、旱灾、意外灾难，啊，人没有粮食，他送去。他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一生当中用这个来布施救人。不止几万人。啊，这都是他老人家把六波罗蜜、把六合、三福、啊、三学、普贤十愿，通通做到了。啊，这是个真正修行人。阿弥陀佛让他来表法，表什么？为我们表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为什么？他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，常常看到极乐世界。
我们在祖师传记里面看到，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，定中见到的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。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他往生，他才跟大家说明。这个境界过去见过三次，很熟悉了。别人问他，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？他告诉人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一模一样。这个答复是真答，说明它是真的。如果不一样呢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完全一样。每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一样。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善导大师这个五愿真实大愿，其他的也是真实愿。这真实愿里最重要的五愿，凭着这个五愿，我们就得一切放下，念佛往生净土。这五愿真的了不起。定成真觉，往生决定成佛。光明无量，光明是智慧。寿命无量，寿命是福报。赢得诸佛赞叹，诸佛赞叹意思是什么？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三经的，没有一尊佛不宣扬净土殊胜的。为什么？只有这个法门度众生最快速。为什么一切诸佛赞叹？是帮助大家破一身心，不是一尊佛两尊佛说的，所有诸佛都这么说，真能不信吗？叫我们断一身心，幕后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。那我们最近看到，上一个月潮州谢宗父亲往生，延年。这个人家是一个断卧修善、积功累德的人家，做好事啊，真救苦救难了，功德很大了。所以他父亲一生不幸福。临命终时，最后那口气还没断，他劝他爸爸：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你应该要相信，要发愿求生。他爸爸点头，很难的点头，然后带着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念一生就断气了，永远往生，往生了。很多人看到不可思议的瑞相，看到大莲花，莲花放光，他们还拍着个纪录片，全身柔软，比活的时候还柔软。他叫大众给他爸爸握手，人家手上印念像棉花一样都带了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个个都下去了。
啊，往生这一句，一念就往生，这么容易，不难呐、啊！啊，为什么这么殊胜？我告诉他的，你这三年来积的功德，是这个地球上的人，现代人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。你做的是真功德。啊，真是福报。啊，我说你还年轻，真干，永远不要退心。你的福慧将来不会在海贤老和尚之下。为什么？佛一定叫你常住世间，表法度众生。啊，佛所需要的就像你这样的人。啊，真能放下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了达真如即万法，万法即真如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啊，真正明了通达，真如什么？整个宇宙就是真如。万法是幻想，真如是离体。能生万法，真如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万法。啊，所以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？一体。啊，诸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是一个心，一心无二心。啊，所以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头开始讲得好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啊，此界即是西方，西方即是此界。真讲透了。细念佛事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真正是明阳两利，我们用它来帮助经中的行门啊，编这个法本的禅宗的大德开悟的大师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不是普通人啊。下面极尽者离烦恼越起，觉苦患越尽，即涅槃之理啊，涅槃的离体就是极尽，极尽就是涅槃，极是极灭，烦恼放下了，叫极。静是安静，一切苦难忧患没有了，心回归到清净。平等觉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极尽的意思啊。这里头用引自持己曰：极尽皆涅槃理也。
又往生要集上卷说，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，这真的。让我们想到一切诸法它的真相是什么，就是2240兆分之1秒的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，这个幻象整个宇宙，用佛法来说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多大？大而无外，太大了，没有边际，永远找不到边际。其小无内，其大无外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所以本来寂静呢，寂静是真的。谁知道？阿罗汉知道。所以阿罗汉在一切法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他定下来了，定到功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从阿罗汉就上升为菩萨，菩萨还继续修定，就是修寂静。寂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决定不要把境缘，境是外面的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就寂静了。一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在阿赖耶里面形成种子，这个种子永远不会灭掉，将来遇缘它就起现行。所以阿罗汉往上去都有这个本事，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在阿赖耶识里别种种子，就没事了。用一句粗俗的话说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，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就对了。就是说你保持一个真心，真心体是寂静，相是无量智慧，寂静是定，定生慧也，慧无所不知，什么都知道。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，不是世尊一个人修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都是走这条路，没有例外的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所以要晓得持戒为什么？为得定，为寂静。那么有一些持戒的人搞错了，戒律持得很严，一天到晚批评别人，轻视别人，瞧不起别人，为什么呢？别人戒不如他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造罪业。
啊，持戒是要得定啊，定要得慧呀、啊，他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智慧，啊，批评人、轻慢别人、造罪业，果报都是三途，错了啊！啊，人家纵然做错了，都要原谅他，不要给他结怨仇。你一念傲慢，啊，一念批评，就造三途罪业。这一桩事情，过去我们在台中修学的时候，老师常常警告我们。啊，我请老师讲礼记，我请他老人家讲经，都是一次他就答应了。我请他讲礼记，七次他才答应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不愿意讲？大家听不懂，听了也做不到，讲是白讲嘛。啊，怕的是学的一点皮毛，傲慢心生起来了，啊，轻视别人，那不讲还好，讲了之后让他们都到卧道去了，就不讲，不讲是慈悲。啊，老师给我们选的前面两篇去理，啊，去理的内容跟《弟子规》差不多，都是讲日常生活当中小事啊，啊，劝我们要落实。与去理内容其相近的内则，啊，我记得老师只讲这两篇，其他的没讲。您学记、阅记，老师提出来，介绍个大意，没有细说。啊，那么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，这是事实真相。理想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周围。啊，真的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是无，相在面前；你说它有，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。啊，速度之快，我们不能赶错。啊，一秒钟，2240兆。那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一秒钟多少画面？100个画面。啊，我们现实的。是2240兆，不能比啊！啊，老式的电影，你们这些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。这是老式电影里面的片子，啊，也就是这么叫。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放映，打在荧幕上，一秒钟多少次的生命？24次，24次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。我认为好像很逼真啊！当年最初的电视，黑白的电视，一秒钟等于这个50张，
现在彩色的数码电视100张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说它是假的，它真有些像，这像什么？累积起来的。啊，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有，感觉到有。那是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多少张过去了？320兆。我们有没有概念？没有概念，还是太快了。啊，1秒钟能弹7次，就是晨起，那就是刚才所说的。2240兆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，所以有得不到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妄相得不到，真的呢，真的也得不到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非无。有无都得不到啊，自信没有物质，没有念头，没有精神也，也没有自然现象啊，所以得不到啊。妄相，阿赖耶变出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也得不到啊，什么原因？这些现象全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所出现的幻象，你怎么能把它当真？通通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是谁？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啊，7地以前知道有这个事情，自己没有看到。我们现在是听经上讲的，佛说的，听科学家报告的，我们没有能力看到啊。科学家看到是用仪器啊，我们曾经听说，现在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，那距离佛说的还得要加1倍，才能把佛所说的捕捉到了。能不能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。啊，我估计20-30年之后，这个仪器更进步了，可以找到2240兆分之1秒。啊，这个时候，科学家就承认，佛经是高等科学。科学家费这么多时间，费这么多精力，把事实真相找出来了，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出来了，讲的比他的报告还清楚。所以佛法不但是哲学，它是科学。对佛法有利益了，佛法讲的是真的台湾真实言居士年轻时候有一年过年
我在京北，他来拜年，夫妻两个来看我，告诉我，他兼任辅仁大学教授，跟学生开了一门功课，课外活动，普贤行愿品，为他们讲普贤，好事情。当时我提出个问题，我说我有个问题问问你，你给我解答，一句话不啰嗦，一句话答复我。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说的是什么？他想了那个5-6分钟，答不出来。因为我讲的一句话不能啰嗦。他问我，我说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这4个字回答行不行？他想想有道理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就这一句话，把一切法的真相说明说出来给你啊，诸法实相用白话说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怎么能怀疑？为什么他能说出他见到了？他给我们讲极尽是非有非无，他看到了。自信他看到了。自信一念不觉变成阿赖耶，他看到了。阿赖耶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，他也看到了，通通看到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。那告诉你真相，一切法非有非无。所以提相用都得不到，全是自己一念不觉而产生的幻想。这真正讲清楚讲明白，住根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对六尘同归寂静。为什么？知道他全是非有非无，彻底放下，再不放在心上，这一放下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没有开悟说没放下，放下就开悟了，我们在禅经上看到一个例子，慧明法师吴祖拉的义伯逃难去了，被他追上了。慧明法师没出家之前是4品将军，这是有武功的人呢。他看到是追上来了，把义伯放在路边上石头上，自己躲起来了。要说他们来是夺一波的，没有想到4品将军这个一波拉不动，他马上就救了，知道是护法神守住的，要不然是4品将军这个一波这点东西怎么拉不动呢？就马上念头就转了。叫着行者行者，大家在寺庙里这样称呼能大师的。
我为法来的，我不是为衣钵，请你出来为我说法。啊，慧能走出来了，坐在石头上。啊，既然是为法来的，就提示他，啊，叫他放下万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在这一念当中，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，他就开悟了。哦，在一念当中，他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之处，啊，马上就开悟了。我就磕头，啊，道谢，自己说，在黄梅那么多年，没有得到一点消息，今天听能大师的一番开示，明白了。啊，从今之后，能大师就是我的师父。啊，能大师一生度了40多个人，他是第一个得度的，第一个开悟的。啊，就一念，迷悟是一念。啊，这一念呢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。啊，2240兆分之一秒，就那一念。这一念悟了，念念悟；这一念迷了，念念悟；念念迷就是阿赖耶；念念觉就是回归自性，就成佛。迷雾在一年前的，人修行就是修这一年的，怎么修？寂静，寂静是自性般若放光的秘诀。那我们自性有光，跟佛菩萨、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为什么放不出来？我们没有急，没有静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叫六道凡夫。差别就在此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